今日咧，我哋行人專用區呢度咧，就會有一個啊打印反對申辦亞運嘅活動。咁啊，歡迎各位途人咧，可以一齊過嚟幫手吸個印仔，就咧表達大家嘅意見。我哋聽日咧會拎到立法會咧，要求咧立法會嘅議員否決咧政府申辦亞運浪費公帑嘅決定啊！咁啊，大家可以過嚟咧一齊吸個印同或者打個手印啊！我哋請埋阿曾德成咧嚟到咧，即係同大家打招呼啊！呼籲大家一齊咧否決呢個新亞。